江山，嗯，你怎么在这里呢？我到处找你。那事儿怎么样了？成功了。哦，是吗？那这么说啊，咱们要好好庆祝一下了。先别忙着庆祝了。我问你，啊，你是不是要和欧阳平离婚了？谁告诉你的？我打你手机你没开，单位又没人，我就只好往你家打电话了。电话是欧阳接的，他说要跟我好好谈谈。哎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还是给那罪犯加大那个药剂量的事儿。刘冰冰想征求你的意见，我一时又找不到你，所以决定自己冒一次险，结果成功了。是这样，你为什么要和欧阳离婚？是因为我们的过去呢，还是因为我们的现在？都不是。不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他爱上别人了。也许是吧。是那个音乐家，也许吧。你有什么根据吗？我不管有什么根据，我也不管这件事现实不现实。现在欧阳呢，不愿意跟我生活下去了，我也没法忍受这种生活。你们就不能好好谈一谈，不能不离呀？哼，现在呀。已经没法再谈了，这婚啊，离定了。是不是我们的过去还在影响到你的现在？梅兰啊，这是两码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很现实，而且谁也改变不了的生活。非离不可。对。我已经向法庭递了诉书了，而且也请了律师。有这个必要吗？你们就算要离婚，也不应该闹上法庭吧？看样子，现在欧阳好像有点不想离婚了。可是我倒是决定，这婚我一定要离了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我秦江山是有血有肉的一个男人。这婚说离我就痛痛快快的离定了。江山，嗯，我觉得你心态不对。欧阳他既然会来找我，那说明他还不想离婚，而你却要把这件事情闹到法庭上去，这样不好。最起码你不尊重欧阳，我觉得你应该到法院去撤诉，就算要离婚。你们也应该坐下来，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。你别劝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这婚我一定要离。哎，江山！哎，你过来了。哎，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陆律师，这是盛大夫。你好，盛大夫。你好，您是他的律师？对，哦，也是他的朋友。陆律师。如果您代理他什么官司，我希望您从律师的角度好好和他谈一谈，不要让他盲目的打官司。没问题，我会的。那好，那你们谈吧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这盛大夫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嘛？哦，他以前呀是天正医院的医生，我们是同事。现在人家不得了了，留美博士，外科主任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现在做一个药物实验，今儿刚成功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他，他可是一个很出色的人物啊。没错。哎，你找我干嘛？那事儿不已经说好了吗？哎呀，江山，我回去考虑了一下，我觉得你是我的朋友，欧阳呢也是我的朋友，我出面做你们离婚诉讼的律师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。不。
我倒觉得你最合适。我就是向欧阳云看一下，他的所作所为，连他的好朋友都看不下眼了，我让他无地自容。江山，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绝情了？当然，我是律师，以职业为重，我是可以出庭的。嗯，不过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吧？你能不能再找欧阳谈谈？像欧阳这么漂亮能干的女人，今后你上哪儿去找啊？啊，就这样委曲求全的过吧。女人嘛，再漂亮一些，嗨，难免有一些风花雪月的事儿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。还有现在这女人呢，一天一个变化，最难琢磨了。别那么认真了。再有了，离婚这个事儿啊，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，你可要好好考虑啊。不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这婚我一定要离，一定要离。哎，还行啊。如果换上是你老婆，你老婆这样，你能睁一只眼闭着眼吗？即便是你能容忍，可是我不能容忍啊！我不能容忍，我秦江山不能容忍我的女人在外面风花雪月呀！我告诉你，这婚啊，我决定了，一定要离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做了，你可别后悔啊！别到了法庭一调解以后，你就说不离了，把我都装进去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想打官司，你就打到底。如果你打到底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出庭。你要是真是想吓唬吓唬他出出气的话，那就算了，你也别找律师了。再说现在离婚呢，谁还去找律师啊？不过我要提醒你的是，我可不赞成你们离婚啊，到时候可别怪我啊。你放心，这事我不怪你，也怪不着你。这婚啊，我离定了。哥，这把琴要真像你说的那样，那可真是天方夜谭了。是啊，真的会有这回事吗？这把琴从制作工艺和风格上看，很可能是一把200多年前的意大利古琴。等我把它收拾干净，找专家鉴定一下，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发现。哎，对了，哥，世界明琴协会不是要授你一把小提琴吗？而且主席杰弗里先生也会来，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鉴定一下这把小提琴。哎。银行大劫案，北京有报道吗？铺天盖地的，说是天字第一号银行大劫案。不过啊，没你们说那么惊险、可怕、刺激。可我不明白，怎么会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儿啊？我觉得呀，肯定是我遇到祸水了，是吧？我没说，是你自己说的。你怎么没完没了了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这欧阳云怎么也会有一把小提琴呢？对了。张国栋还认为你这把琴跟克莱蒙娜丢失那把小提琴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是警察，什么都敢想，不可能的。怎么不可能？我们应该马上去查查这把小提琴的来历。这把小提琴的实物资料没有。再说了，这把琴也不可能传到中国来。怎么不可能啊？有部电影不是说那把小提琴就流传到中国来了吗？那是电影，胡编乱造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走吧，我收拾琴了。哎哥，北京这么多事儿，你不管了？这件事是最大的事儿，比离婚还重要吗？你偷听我电话了吧？我没有啊，你太太声音那么大，我想不听啊，除非是聋子。可我知道怎么了，我知道了，还可以帮你忙啊。谁要你帮啊？哎，林秋，快把他弄走，别让我看见他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愿意见你啊。哎，生气了。
怎么？头还晕吗？是。还很晕。可你还活着。你知道你们杀了多少人吗？不知道。四个。四个年轻人。我没有杀人。是你的同伙杀的，可是你同样罪责难逃。不过，你没有亲手杀人，或许你还有一条生路。什么生路？活下去。快叫大夫！本庭审理秦江山欧阳云离婚案，现在开庭。我不离了，我要求撤诉。我不离了。我一。
喂。你刚才来过电话。是。你怎么样？怎么一直没来电话？这几天。嗯？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？你们离婚了？是。我们上法院了。真的？他真上法院和你离婚了，可是我没想到，他居然让陆海星做他的律师。什么？他们两个还一起出庭，这秦江山太不像话了，他怎么能这么干？他们太伤害我了。没有选择，我已经向法院起诉，这个婚我非离不可。那你可要好好考虑一下，你们不能挽回了吗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挽回了。欧阳云，离婚可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是我想好了。长痛不如短痛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庭啊？不知道，应该很快吧。啊，不然这样，趁你还没有开庭之前，先来一趟北京。我们这儿明星名家音乐会马上就要举行了。你不是一直想看这个音乐会吗？这也算你们天州音乐会的一项工作吗？另外，你的小提琴我已经打理出来了。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呢，快过来看看吧。真的吗？那好吧，我现在就跟单院长商量，如果音乐节需要我过来的话，我很快就会来的。好，正好你心情不好，来北京也可以舒缓一下你的压力。谢谢。这样吧，我马上就和单院长联系。好。我随时听你的信儿，欢迎你来北京。嗯。欧阳，是我错了。我是昏了头，也不知中了什么邪。我不能没有你，乐乐也不能没有妈妈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江山。
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保证我不会再这样。我明天去北京，关音乐节的事情要过几天才回来。乐乐放爸妈今晚，这样我也放心，替我谢谢他们。欧阳，你去北京是不是又要找林峰啊？这是工作上的事情，不必要解释了吧？哦，对，我现在没有权利问你这些问题。当然，你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不过分。欧阳，我现在唯一一个请求，就是希望你不要和我离婚。你请了陆海星做律师，你知不知道我在法庭上看到你们俩的时候，我心里怎么想吗？加上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，将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给对方一些时间吧。我走了。你不能走。好好照顾乐乐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哎呀。他醒了，我们可以进行了吗？没问题，不过呢，你们不能太着急，免得情绪出现激动而出问题。好。哎，哎，哎，阿妮，点啊？哦，我咁啊，喂，我做紧嘢啊，我阵打电话俾你好冇？嗯，拜拜。你怎么了？
也不喝水。你们为什么不打死我？因为我们不像你们这么凶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听你口音，你是南方人啊？你以为你不回答，我们就不知道你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最后机会，保住你的性命。你虽然打劫银行，但是没有人命在手，你就坦白交代，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，不然是死路一条。我无所谓，我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。我知道你是老手，我们要是没有掌握你们的情况，又怎么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？我告诉你，你们的同伙都落到我们手里了，你们的行动彻底失败，就算你不说，他们也会说，他们个个都有人命，如果你还想替他们掩盖罪行的话，那你就会跟他们一样的下场，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。跟你说过，我不是个小毛孩，我不会上你们的当，我说了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，我是绝对不会说的，至少我死了不会落个出卖朋友的坏名声。你们别费心了。那好，那你就去当你那些兄弟的陪葬吧。不过他们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你身上，说你是他们的老大，是这个案子的主谋。我是老大？不是吗？你又在蒙我。你错了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话。在这个案子，你在银行里边担当最主要的角色，指挥整个行动。你现在又说你没有人命也是死罪难逃，那你不是主犯是什么？你知道，在你严重威胁人质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完全可以把你毙了，但我们没那么做。你也应该有父母，也有妻儿，你舍得下他们吗？人都不是天生下来做罪犯的，我希望你能想明白，只要你肯交代，我们就会把你的生命挽救到底。这个道理你应该懂。他们说你不交代，因为你杀过人。不，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杀过人。那你快说，谁是你们老大？快点消息，办事儿，办事儿。
出来说，出来说。干什么事啊？我为当事人取物证，做检测呢。对，做 DNA 的检测。还有这个案子。对啊。哎，张队，你好，忙着呢。对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你先忙，咱们晚上见。好。哎，拜拜，拜拜。红芳，那我不送你了啊。好。不好意思，这次来天州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。这没什么，只是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，你真的觉得我是他们怀疑的人吗？我不这样认为。谢谢。什么？欧阳云走了？他去哪里？北京？他去北京干什么？可能跟林峰有关吧。哎，可以问一下沙院长。马上打电话。喂，沙院长，我是刘冰冰，我们想找欧阳云了解一下情况。我打的手机他没开，我找不到他。他在学院吗？再见。沙院长派他到北京去观摩林峰的音乐会了。赵局，你看要不要沙院长把他留住？不，还是让他走，不能影响我市的首届国际音乐节。为了防止意外，对他们必须进行监控和保护。喂，你们两个听着，跟欧阳云去北京，继续监护。那个烟头鉴定怎么还没有结果啊？是因为烟头上残留的唾液质量不太高，所以很难鉴定，但是他们正在想办法，我相信会有结果的。小菊，我们对汪建阁进行了严密监控，但是那女老板在银行劫案发生以后就失踪了，刘冰冰现在正在追捕她，她现在可是关键人物，抓到她就可以找到阿玲。那么唐军是通过谁认识阿林的呢？这个中间人是关键的人物。唐军说他不认识这个中间人，认识中间人那个匪徒已经给击毙了。继续审他。我看现在不行，因为他身体太虚弱了，等我们抓到那女老板一起审吧。那社会反馈有什么消息吗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但是我们不会放弃调查的，应该很快就有进展。这条路我们一定要走下去，而现在我们的目标产生了变化，你们要把目标转到阿林身上，啊，一定要抓住这条线索。是。赵局，张队。啊，冰冰啊，来来，进来进来。赵局，张队，望江阁的女老板被我们抓获了，她供出了阿林就是她情夫，而且他说阿林今天晚上很可能在港区的造船厂里进行一次毒品交易，然后马上离开天州。什么时候交易？他说他也不知道，
但我想他肯定会有动作。我们应该马上封锁港区的所有通道，将其一网打尽。如果情况属实的话，那很可能会发生一场突发的遭遇战，但是主动权在我们这里。这样，立即封锁码头、港口，搜捕罪犯。是。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，我们已经完成对港口码头的布控，我们已经完成对港口码头的布控，正在布控区域搜索，正在布控区域搜索。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，我们已经到达港口码头，正在搜索，正在搜索。重复一遍，我们已经到达港口码头，正在搜索，正在搜索。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，我们已经进入集装箱区，我们已经进入集装箱区。还没有发现异常情况，没有发现异常情况。重复一遍，我们已经进入集装箱区，还没有发现异常情况，目前没有发现异常情况。东西带来了吗？当然。你们的呢？你那东西不会是假的吧？当然不会假的，我倒怀疑您那个是不是真的。钱绝对是真的，我们是诚心做买卖。我这把琴也绝对不是假的。那我怎么知道你那东西不是假的呢？哎，你们不是有照片吗？可以拿去核对吗？那好，我们先核对，然后再交换。那是那是，我们也要验验钞。小提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给你的钱可都是真的，给我的东西可别是假的。你不是都看好了吗？不，我还要再看一遍。怎么，你怕什么？难道你给我的东西是假的吗？不是真的，但是我劝你不要再看了。为什么？再看你就走不掉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给我的东西是假的，是是假的。
辛苦了，来，把包给我。啊，谢谢。这是给你的花。真漂亮。没有人漂亮。我都两天没睡觉，还漂亮呢，脸都青了。青了不要紧，亮子就是青和剑搁一块儿，见了青就是亮了。没想到一阵没见你，变得这么会说话。走吧。生死相依。